大家好，我们介绍一款最新一款比较好的玩具。这款玩具呢，我们可以跟小孩之间有互动，还可以让小孩去学习我们的这个动物叫什么名字。太阳啊，这个是打个比方，太阳，然后脚印，猫的脚印，猫爪，然后星星云，让它认知我们的小羊，而且每个造型都非常可爱，非常 Q。 然后我们还可以玩耍，可以这样子拉伸啊，对，小孩子摸去这个触感非常好，他们也会很喜欢，但就是小孩子不可以让他去吃啊，很 Q 的一款产品。然后这个是兔子、金鱼、猫，这个躺着猫也非常可爱，非常好看，造型每一个造型都非常好。还有我们恐龙系列，然后我们这个是很萌的这种小猪啊，胖墩墩系列，这也是我们的小鸭子、蜗牛系列啊，啪啪系列啊，都非常多。那我介绍在这里，谢谢大家。